好，空载的接上，电流下降。2.5，三啊，啊三，对，三万，好，测一下短路呗，短路电流，短路升转，电流，啊，降很多啊，这边，降了6.4了，三万。短路电流，现在这个应该对等还是应该？我估计这边是不是负载还是不够？就是不大。负载不够大，是不是？这个不大。嗯。但是短路电流就啥？但是效果没，感觉不是没出来。要不然，嗯，那还可以，把那个电压表插上吧，这个，那也可以的，100安能达到这种升压的速度，还差不多啊，才3安。现在应该是，你现在想想啊。现在应该是把它那个短路电流全部提出来，刚才是短路8安，我们只能转到6安。嗯，把那个电池也搞过来呗，搞充24伏试试。再搞两根线，搞一根就行。啊，10.2。12.83。向转，13.2，这边是2.5，9.多，啊，我们在提转，啊，在提速，提速看它不让它向转，看速不大的地方，嗯，行了。啊，接上了是吧？电流3安，这边没改变。啊，升了1点是吧？降了是吗？嗯。3安这边
十万左右。但是这个两百万电影不一样。就那个有那个，嗯，那个顶过来不得。1380，1380，转过去吧。